我和会派驻圣路西亚也是我们邦交国技术团的这个替代役男，他涉嫌经营贩毒，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就被美方的司法部门逮捕。我们派到圣路西亚邦交国的时候，他甚至还在警察学校担任讲师。那现在会不会因为凭借外交人员身份从事非法活动，会让我们的邦交国也觉得我们这样是太离谱了？ 这个例子一定要做好好的检讨，当然，替代役男是内政部役政司吧，他在做这个审查。这是国和会，但是当然出去了，就代表我们国家。那这一次其实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跟我们政府其实在这个调查过程是有一些交流合作，所以并不是状况外，只是因为在侦办中啊，我们也不能够先有什么动作。 不是说报道之后我们才知道，是在那个他在转机过境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美国已经有取得这个双方面的一个联系，那跟我们也全力在配合他们侦办。因为我们在询问的时候，那时候外交部是说不知道的，这个是两种俨然不同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在美国在九十一年三月的时候曾经签署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协定，就这个部分，因为美方在逮捕持有台湾公务护照入境的这样子的一个代表国家的人，如果我们都在状况外，这个也表示我们的联系沟通是有很大的问题，或者他们也不信任我们，所以就这个部分当然部长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事先知情，那就已经事先知情，那为什么我们不是由我们去采取这样的动作，这也很奇怪，是由美国的这个司法主权，没有，他表示他过境的时候，所以 就这一次，因为今天非常多的委员，大家也关切了非常多我们在外交还有目前的处境上面。那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邦交国越来越少，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要面临的一个困境。在吴钊燮部长现在的国安会的秘书长，他之前有提到。 他卸任前，他有特别提到，我们有两个邦交国有松动的现象，不晓得部长现在有没有掌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两个邦交国会不会有影响？跟委员报告，可以说是哪两个吗？每一个邦交国我们都很重视，我觉得我们只要从顾邦到龙邦比如这一次我们以瓜地马拉来讲，他的总统派的外交部长来，那外界有报道。 那他们总统就又召开了视讯会议，跟我们赖总统，就是要来澄清外面的可能的一些错误。那他们到这个外交部长到了日本之后，又发表了共同对台湾的支持。结果我们也现在看到瓜地马拉的这个咖啡跟夏威夷豆，有七个货柜就是现在进不了中国。 像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就像之前的立陶宛一样。我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除了预警以外，我们怎么样用总和外交的力量，来让这些国家觉得跟台湾的交往才是长久之道？那反而是一时的金钱外交可能没办法持续。洪都拉斯的白虾，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对于像这次贝里斯总理来，他们的白虾 质量非常好，我们台湾的业者很享用，可是就要去赶快帮简易的问题，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帮他解决。这个时候，我想台湾跟贝里斯的关系就是真正的价值外交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伙伴。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可能用很多的方式，或者可以让我们的邦交国感受到我们可能才是可以长久交往的一个对象，一个邦交的国家。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方式，我们现在只是比较关切的，因为过去实在减损了太多的邦交国。那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手段工具都可以成效的话，那当然就不会
会失去这么多。我们现在也持续担心，然后面对这样子的外交的处境，我们当然也全力来支持。不过我们希望大家随时提高警觉，因为在这个部分，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可以稳定下来，那接续下来我们跟邦交国互动的情谊还是需要多做努力。那另外一个国家目前也还好吗？我觉得每个国家哈都要顾好啊，而且我打算啊，就是除了他们来，我们也要去啊，对，我们希望就是大概就这个部分了哈，我们大概现在只剩下12个，要怎么好好的去兼顾？那可能也是未来林部长的考验跟要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邦交国毕竟是唯一能够在很多的国际场合上面，或者可以实质的替我们提案。发言等等，他们才有实质的效果，这些还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也要请教部长，就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有很多的民众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对对岸就是中共，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可是我们对很多其他的国家，我们反而会有一些退让或怯懦，甚至让大家觉得是怯懦因为包括刚刚也有讲到新南向国家，新南向其实我们投注了非常多的资源，可是我们在很多实质的反馈上面其实是没有得到的，反而好像是我们付出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部分，比如说像有很多的免签，像有很多我们的参访其实他们都会受制于很多政治的或其他的考量或国家利益的考量，其实他对我们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因为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对等嘛，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不是也要像其他国家一样，以国家的利益还有我们未来的和平发展各方面的面向去考量，这样我们整个台湾现在的处境，还有中华民国在对外的时候，其实它才有更广、更远，还有更长，还有可能更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以遵循。是，确实啦，外交也有它现实的一面，就是要互惠互利嘛。那比如说以泰国来讲，它现在延长对台湾的免签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这个关宏专案嘛。这个就是一个逐渐在累积更多的一个互信的基础。那至于说对方强硬，有时候是因为中共的因素因为在中国周边国家都受到他很多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也了解。可是比如说我讲数位新南向，台湾除了是去红供应链，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 5G 在台湾实施的一个创新的这种应用的服务的成果，就可以帮他解决他国家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提升台湾的价值，来创造这一些跟我们交往国家它的价值那这个价值不是只有现实的利益，还有很多文化啦还有观光啦也都是。所以确实啦我们去旅行之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办法大概就这个部分，因为新南向的这个政策已经推动很长的时间，包括我们把我们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产业，还包括我们的农业技术，过去其实都一直朝这样的方向在推动，我们去丰富了他们，可是我刚刚讲的是我们的反馈很少，我们不是一直讲说我们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有什么对我们，反而他们在受制于中共的压力之下，他们对我们不敢表现友好，这个我们并不算成功，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可能还有时间来谈。那就整个外交的策略，我们希望说还是有一些新的布局，还有可能还有些还是要放下身段，当你考量国家利益为上的时候，有些事情其实是应该要透过谈判或透过外交，尤其是外交。那不管两岸关系，虽然我们在两岸关系还有陆委会还有什么其他的单位，可是都必须透过类似外交手段，这样子才可以让大家都可以获得其利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由外交部也可以开始做起，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张牙舞爪，其实这样无助于台湾的整体的外交发展。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在5月18号有很多位委员上了太平岛，在
去太平岛之前，有很多包括执政党的委员，甚至都一直公然指责说我们这样会破坏区域的安全稳定，会制造南海的纷争等等。我想请问，我们这一次去，有什么国家抗议吗？我那时候还没担任外交部长，所以我还不是很清楚当时各国的反应哈。不过我想这是国会哈委员会的考察。那我们政府就是全力来配合，那也希望能够发挥这一次的考察的很正面的效果。我们这一次去就是非常正面，因为第一，包括卫福部长他在国外的时候都说国家主权不容打折，所以像我们这样去宣示自己的主权，我们居然不敢做这样子。这样当你在国内喊着口号，当你在做大外宣大内宣说我们的主权不容打折的时候，我们的领土居然不敢去或者不让我们去，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扭曲。因为我们这一次去其实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也没有听到任何国家的抗议，如果有其实大概会有媒体会有其他的声音就会出现。我们去这一次看到了防务，看到了我们的码头工程，因为在第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岛屿上面有我们的官士兵在上面。我碰到一个在那里已经服役六年多的我们南投的一个年轻的官兵，他在那里六年多，在那里要待六年多真的不容易。因为在过去我们现在所有年轻人，不要说年轻人，现在所有人大家使用 LINE 啦，使用很多的这些网络，还有这些可以运用的这些传播，其实在那里在那个岛上是不能使用，他完全没有通讯的这些装备，现在目前慢慢有了，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他们，其实他们感受到非常的温暖。在这之前是八年前了，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更多的机会，包括部长有机会跟我们一起上太平岛去看看，然后这个也是宣示我们主权，这是比较具体的方法。我们希望在国内不要动不动就拿政治或者拿对岸来把它放大，或者来扭曲，或者来打压，甚至扣帽子。我想这是一个例子啦，我特别举出来。那我还要利用一点时间哈，我想要请教部长哈，因为在521的时候，就也就是520赖总统刚就职的这个时间点，在媒体的报道说外交部国合会派驻圣路西亚，也是我们邦交国技术团的这个替代役男他涉嫌经营贩毒，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就被美方的司法部门逮捕，可见他光是过境而已他就被逮捕，所以他已经被掌握了一段时间，他不是在美国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违法的事件。所以可是我们现在特别要提的，因为他犯的都是重罪，甚至最高可以判到无期徒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外交替代役男，他是以计划助理身份持公务的护照代表国家，他是代表国家的，他到我们的友邦或友好国家去服勤。那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样的行政调查？因为这是代表我们国家，你当初要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做他的背景调查？而且他还是他的专长是一些网络啊科技方面的这些专长。我们派到圣路西亚邦交国的时候，他甚至还在警察学校担任讲师。那现在会不会因为凭借外交人员身份从事非法活动，会让我们的邦交国也觉得我们这样是太离谱了？是跟委员说明哈，当然我们未来哈，这个历史一定要做好好的检讨，当然替代役男是内政部役政司嘛哈，他在做这个审查，这是国合会，但是当然出去了，就代表我们国家，那这一次其实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跟我们政府，其实在这个在这一个调查过程是有一些交流合作，所以并不是状况外，只是因为在侦办中我们也不能够先有什么动作。不过并不是说报道之后我们才知道，是在那个他在转机过境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美国已经有取得这个双方面的一个联系，那跟我们也全力在配合他们侦办。
因为我们在询问的时候，那时候外交部是说不知道的哦。这个是两种俨然不同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在民国在1991年3月的时候曾经签署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协定，就这个部分，因为美方在逮捕持有台湾公务护照入境的这样子的一个代表国家的人，如果我们都在状况外，这个也表示我们的联系沟通是有很大的问题，或者他们也不信任我们。所以就这个部分，当然部长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事先知情，那就已经事先知情，那为什么我们不是由我们去采取这样的动作？这也很奇怪，是由美国的这个司法主权，没有，但表示他过境的时候才知道。我想的外交部不是说，就是我们外交部，其实我们政府的其他的部会跟我们外交部在驻外的单位，不是由外交部去抓啦。我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事先知情，那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因为他在我们的邦交国，他在邦交国，他是交警察学校、哦、他过境的时候是美国先出手，他反而不是我们自己掌握以后我们自己有所动作，这是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不知道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而是在美国过境的时候被他们抓了，这个也是第二个问题。当然，后面的调查报告再请外交部提供我们相关的书面资料给本委员会，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